过度的劳累、巨大的压力，还有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，每当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，都想找一个地方静一静。但是说这个能够让我们内心静一静的地方却非常少，有时候还经常会被人打扰。所以说这几天通过研究，我做了一个静静帽。戴上它之后，跟我们普通穿的连帽衫外观差不多，也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。当你想静静的时候，只需要把这个拉下来就行，它能快速的给你一个安静封闭的空间，不受时间、地点和空间的约束。当你玩手机想静静的时候。当你上厕所想静静的时候，当你骑自行车想静静的时候，它能够让你想静静就能够静静，静得快速，静得彻底。